深圳速度，创造着一批又一批一流企业的传奇，既诞生了华为、大疆、荣宇、华大基因等一批创新企业，还是苹果、高通、空客等国际企业的创新基地。他们连通世界，驰骋全球智慧市场。深圳荣登全球三大创新中心，见证着世界急速发展。而在全球，作为传统低关注度的门窗行业，发展速度极为缓慢。门窗作为连接外界与建筑的重要屏障，一直承受着巨大的考验，对全球多变的气候环境束手无策。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门窗性能和功能保障无法满足的矛盾日益加剧。门窗的开启方式一直是制约门窗领域快速发展的瓶颈所在。这其中，五金控制系统作为门窗的核心部件之一，它的改变成为重中之重。如何通过改变五金控制系统，改变门窗开启方式，让门窗实现更加性能，满足用户需求？HOPO 从用户需求出发，聚焦南纬、北纬35度气候条件和人居环境，研制门窗五金控制系统整体方案。通过对门窗智能级控制系统的研制和创新，来改变门窗开启方式，将开窗重新定义。在全球 ，HOPO 率先提出整屋门窗智能开启概念，通过整合技术性创新，将先进智能化技术植入传统门窗开启方式。HOPO 将艺术与美融入到五金的研发设计中，让用户体验触手可及的生活艺术。HOPO 高调在门窗行业发声，大胆喊出，掌握门窗核心科技。立足全球两大创新中心，以中国深圳为中心成立十大运营中心，辐射中国区全境及东南亚区域；以美国纽约为中心成立分支机构，辐射美国东西部及美洲市场，建设门窗解决方案实验基地，让门窗控制系统有效地融合贴近，发挥更加的性能，打造企业间协同办公系统平台 EOASS。连通上下游产业链，助力门窗行业发展。HOPO 掌握门窗核心科技，核心科技高端门窗控制套 HOPO 五金 HOPO。HOPO 以改变人居生活环境为使命，让更多的用户享受科技之美。HOPO 改变门窗，改变世界。